善导大师确实给我们太亲切了，教诲我们。他又说，唯有念佛蒙光舍，当知本愿最为强。那弥陀的本愿是接引众生，成就众生。众生的本愿是身心切愿求生净土。啊，都要能达到最为强，就必定得生了。那我们现在有啊，有本愿的，佛的本愿我们知道啊，48愿呢，真的不是假的。那我们求生的本愿还没有这个强度，我们对这个世间还有贪念，99%的心愿，还有1分贪心。能不能去得了？去不了。这1分贪心就能阻碍你99分的本愿。一定要知道，世间1000万法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啊，不要说等死者放下，现在就放下。放下，我们的愿力就加强了，跟西方极乐世界就有感应道交。啊，我们有感，佛有应，佛的应我们不知道，是因为我们的感有障碍啊，没放下的这障碍，如果真正放下了，我们念佛，佛就现前；我们想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现前啊，像海贤这个样子，海贤念到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时候想佛，佛就现前。想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现前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善导大师约48愿为真舍5愿，啊，真舍五愿在前面我们都学过。啊，第一个定成正觉愿，第12定成正觉，语气多么肯定啊！你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决定成佛，就这个意思，而且快速。啊，第二个愿。光明无量啊，光明是智慧啊，我们没智慧啊，到极乐世界智慧先显现了，阿弥陀佛加持我们的啊。第三个，寿命无量，无量寿，有的是时间。那求佛道度众生，法喜充满啊。第四，底下一个，第四，诸佛称赞，这一愿重要。如果没有诸佛称赞，我们怎么知道有极乐世界？怎么知道有往生这种事情？
啊，所有一切祝福，这个称赞就是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不可思议啊！啊，所以这一愿是决定少不了的。你看，祝福、称赞、祝福，没有毁谤的。啊，所以毁谤正法罪就太重了。啊，祝福只有赞叹，没有毁谤。啊，幕后神念必生，就是这一愿，第十八愿。说明什么？往生不难呐、啊。前面这说过了，善道大师讲的，纵然你造了无逆十恶，毁谤正法，临终一口气没有断，这个时候遇到善友劝你，你马上接受，立刻忏悔，生忏悔心，后不再造，求佛接引你往生，佛也会来接引你，这多难得，太稀有了，这法门多殊胜呢、啊，啊，多么不可思议、啊！无缘，真的说得好，若论智有，啊，又就是把它简化。五个真实啊，五个真实里头再说哪一个是第一真实最真实的，那就是第十八愿，就是这一愿最真实了，造无逆十恶，堕无间地狱，真的是永远不能翻身啊！临终一念忏悔还是能往生，所以若论智有，则为第十八愿，讲得太好了。故于四赞中曰：夜夜愿言引第十八啊，四赞里头引用第十八愿。真解曰：四十八愿虽广，习归第十八愿。有缘有未有此愿苦，使众生生无三恶趣之土，这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，你往生到极乐世界没有恶道，那只有人天，是不再堕恶道了，居向好啊，向好跟阿弥陀佛一样，现神通而得灭度，入光寿海苦，这个光寿海就是长吉光，是以此愿最为最甚也。又前注曰：故知四十八愿中，以此念佛往生之愿，而为本愿中之王也。这个话都是真言，无比的殊胜，说此愿显弥陀之究竟方便，一尘愿海，六字洪名，不可思议的功德啊！以名号就是实德，身字皆实相，身是音声，阿弥陀佛的音声，字就是文字，
啊，无论用中国文字写，用梵文写，用任何文字来写，写这个就是实相，何以见得？好像我过去看到台大的哪一位校长，名字也记不得了。啊，他做实验，啊，凡是佛菩萨，啊，这一些字的时候，在实验里面他放光，啊，就是有人呢，把这个字的时候遮住，包起来，让小朋友有天眼的，啊，让他来看，啊，他不认识，让他照了个样子写出来，打开完全一样，但是遇到佛、菩萨这一类的字的时候，他看不出来，他是光有光，放光。这个可以做证据啊，说明声音跟字，字放光，声音也放光啊。所以念佛的好处，我们如果是明白了，在恐怖的时候念佛，念观世音菩萨名号，心就平安了，就能平平安安度过灾难。有道理啊，不是假话了。这就是身字即实相啊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